昨天，导演曹保平、主演邓超、段奕宏等现身上海为《烈日灼心》造势宣传。虽然刚刚经历出轨风波，但邓超在活动现场显得相当愉快，也分享了拍摄《烈日灼心》的心路历程。导演曹保平爆料称，邓超因为高强度的封闭演戏导致入戏太深，差点患上幽闭症。曹保平透露称，邓超拍水底的那场戏感觉要死了一样，我还疑惑大老爷们儿干嘛呢，怎么一百个不愿意。据了解，邓超在片中与搭档段奕宏有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邓超介绍称，刑讯室道别那场戏，他一看到我就哭了，因为我戴的手铐脚链都是真的，我俩不知道怎么就爱上了，我也哭了。夜色的新闻中心，上海报道。